好，开箱的时候要小心，对，小心一点。姐姐要开箱这个寿司组，寿司，这个要水吗？一定要的吧。哎，那这里的话，但是不需要烤箱。不是，我是说这里没有饮水，里面没有饮水机，你要去外面装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我建议，但是不能用太多。好好好。我们先从这边打开。好，打开。而且真好吃，姐姐。因为是我的水，所以我也要吃。姐姐，你可以蹲下啊，不然的话你入不了镜哦，因为爸爸只能入矮矮的哦。有没有剪刀？剪刀。剪刀。我用手帮你用。湿的。哇。好了，姐姐要打开了，看寿司猪怎么做。看起来真好吃的。它做出来的成品会长这个样子。最好准备这个酱子。它也太多模具了吧？对啊，因为是要用寿司嘛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海苔，这是糖果。看一下它有哪些。对，这个是粉哎、欸，粉的话就是要，这个是粉，好多粉哦、喔。粉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块状的东西用的，这个是饭的，这是饭的吗？好吧，那你们快做吧。没有剪刀饭哦，我们就直接这样。那不对，这才是饭的。可以啊，没有剪刀。来，我来看看。首先呢，先把水加进去这个里面。好。好。这是我的水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加进去。这样，OK， 你要慢慢做，爸爸最后拍你们成品就好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过错，是要把这个加进去。没关系，爸爸先不拍，因为我发现我手机很烫，你们做完之后我再拍成品就好了。好。现在姐姐已经加了白色的粉了，这个是米粒。加多一点水、啊。好，你加多一点水吧。还有很多过程要弄。姐姐现在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啦，滴了好多东西哦。哎，姐姐，这个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寿司了耶。因为要做模具呀、啊。是啊、哦。他说的。好吧。我照他说的做。问的。哇，姐姐已经做成饭了耶。呀，他做成饭团吧？对。呀。我帮你干嘛？这个饭看起来好酷哦。这个是。这个。好。鲑鱼卵。这鲑鱼卵啊。对。哦，酷哦，姐姐。这是糖果，跟汽水，糖果鲑鱼卵，糖果起司，鲑鱼卵放进去，鲑鱼，好，鲑鱼卵，鲑鱼卵，鲑鱼卵，有点不像鲑鱼卵，有啦，像啊像啊，你干嘛笑？弟弟笑不是我笑，你有笑啊？啊、哦，对不起，哇，快好了耶，姐姐好厉害。弟弟，你来看，鲑鱼卵的。呀，有一颗一颗的吗？有啊，就是，是用自己搓的。我也想要吃鲑鱼卵。姐姐现在要在做鲑鱼卵了。滴，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成功了。哎，叮叮，我们终于做好了，姐姐做好了。是这个鲑鱼卵。对，哎，等一下我拍一下。鲑鱼卵没有那么漂亮。超酷的。这个是生鱼片寿司，这个是鲑鱼卵寿司，这个是那个黄色的蛋寿司吧？来，那个是。你要不要吃吃看？鲑鱼卵。还要吃？我吃过了。哎，你们快吃啊！快点。给我，鲑鱼卵。快点看看那个味道到底好不好吃。我要吃吃看哦。好。首先我先吃一半的这个鲑鱼卵。鲑鱼卵要吃，所以我吃一半。好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带很好吃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哦！哇，恭喜！好啦，那接下来吃生鱼片的吧。你想要吃看看？我就吃这个。好，那你吃黄色的。味道如何，姐姐？糖果。糖果。那个味道。是哦，弟弟你看。好吃吗，弟弟？嗯，好吃啊、哦！哇，恭喜！爸爸，这个鲑鱼卵还可以吃很多哦。真的哦。因为你看这个酱是很多。好，那我没关系，你们吃就好。OK， 那这部影片就拍到这边，打成功，打成功。就是，
我没有大成功。好，没关系，小成功。